九，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812年4月25号，松山站16:44首牌的是1394，九发车九三线号，潮州 PP 四号，16:44，以及我421次哦，台东发车九二东线号，收领的超直达，然后3000显性成绩这辆车，在松山站10号，所以一次台东发车九二东线号收领。3005的皮蛋豆的样子在新能机加喝。OK, 在松山站行哦。然后南端街头1390PP1013。开启车门。这一次台东发车金有花东选啊，受领我相信是2005的皮蛋豆朋友，我说在新城机加一车在松安奶奶就行。啊，1394发车金三线港潮州 PP 机场代币 V1103 南端机场 PP 机场啊，整个密车门。关密车门。这一次在松安那个密车门。拜拜啦，再见，再见啦，说一次再见，3005，在松安的三站十里。啊，谢谢啊，刘小明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二级光片，赶快支持，拜拜。这一次在松安山站。